好，翻到嚟歡樂滿東華啦！我哋今日非常之榮幸啊，能夠邀請到啊就係讀心專家松明老師嚟到現場為我哋表演。松明老師你好，你好你好，你係咪將為我哋表演我哋最期待嘅讀心同埋控心咧？係啊，即係話今日就係一個控心的遊戲，控心遊戲。咁嚟參加今日環節嘅嘉賓咧，我哋有 Lisa 姐啦、方力申啦、Jenny 啦，仲有張明雅啦，亦都有咧馬清楊副主席啦，以及五二總理嘅，歡迎咁多位先。好，事不宜遲。首先应该怎么做呢？老师交给你了。首先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。那么在我的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眼睛标识的牌，有一个眼睛标识的牌。OK， 在这里这里就是有一个声音标识的牌。眼睛和声音两个。对，在我后面有一张桌子有四个不同颜色的方法。OK， 跟住落来在大家的脚下大家可以看到有 ABCDEF 六个字母。接下来我会让大家随意的调换一下顺序，随意点，哎呀哎呀哎呀！但是在你们调换之前呢，我想跟你们聊一下，比如说待会儿你们可以选择任何一个数字 ，Lisa 姐，你现在站的是 B， 你可以选择 D， 也可以选择一。我对你的推荐是一，但是你可以选，也都可以唔噶 ，OK？ 推荐啫。立身，你现在站的是 C 对吗？我觉得你应该 A 比较适合你，当然你可以选 Alex 呀 ，OK OK。那已经读咗啦喎。当然，我现在说的话你可以讲。也都可以唔噶，我聽你啊，不一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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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陣就知噶啦。係啊係啊，明啊明啊 ，OK。你現在是 F 對不對？我覺得靠前一點會更好，但是呢，最終還是你自己的選擇。我對你的推薦可能是 B， 你可以選也可以不選。選選。兩位，你們可以原地不動，也可以站到任何一個你們想站的位置，任何一個你哋想企的位置都冇問題。OK， 跟住。Jenny， 哎 ，Alba， 你可不可以帮我盖住我的眼睛？我唔会偷睇佢调换的顺序。哦，唔可以偷睇嘅老师。即系我遮住你眼睛。系啊，系系。咁佢哋就顺便调啦。咁佢哋点调咧？系咪听到啲咩？对对。跟住落嚟，我有一首音乐，音乐声中调换你的顺序。有音乐。系啊系啊系。好似 musical chair 咁。好嘅，好嚟啦。好啦，嚟啦。嗱，相信我，老师真系睇唔到。好啦，请你哋马上喐啦。好，马上喐。好啦，选好啦。准备好了，打乱位置，打乱去，打乱去。好啦，系咪决定咁样？好啦，准备好了，大家已经准备好了。好，而家大家睇一下自己脚下啲字母。好，系字母 F 的嘉宾，不要讲出来，不要说出来。字母 F 的嘉宾，请站到有眼睛标识的牌的位置。好，字母 F 嘅嘉宾去眼睛嗰个牌嗰度。好啦，去眼睛嗰边啦。然后选择字母 A 的嘉宾，站到我身后那个有声音标识的牌子的位置，谢谢。字母 A 的嘉宾去声音牌，静待四位就可以到桌子的后面，谢谢。静待四位咧去张台嘅后边啦，我哋一齐移去张台嘅后边。好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阿爸，已经可以了，已经可以了 ，OK， 好啦，可以啦，已经。那么跟住落来，哎，请四位先过来。在你的面前有四个方块，系咪？红色、蓝色、橙色同埋绿色，你们可以一起来选一个颜色，你们也可以一个一个的来拿一个颜色。重要的是，每一个人选一个颜色拿在自己的手中就 OK。这个时候我不会偷看你们，同样会明啊，信不信？应该有眼睛，因为需要你待会伸出两个手指盖住我的眼睛。在明雅盖住我眼睛的时候，大家可以随意选，你们可以 Lady First， 比如说让。Lisa 姐先赶，先赶，他选完之后你们再选，也可以四个人一起来选，明白我意思没有？同一时间，你们的直觉是最重要的。Lisa 姐，我对你的推荐，我哋一齐拣是蓝颜色了，你可以选也可以不选啦，但是稍微等一下，我换一下位置 ，OK， 可以开始了。好啦，好啦，好，你负责住我的眼，实只眼 ，OK， 这样这样，伸出两根手指，对，揿住只眼，好啦，揸住啦，眼睛就要揸住啦。好，成功啦！大力 ，OK， 成功啦！哟，这么快 ，OK OK OK。其实，在我的口袋里面，我今天准备了一封邀请函，可以把这封邀请函帮我交给有黑吗？因为它后面有一个声音的标识。交给 Jenny，Jenny，OK，Jenny， 你有 function 啊，你有功能啊 ，OK。好啊 ，Jenny， 你可以打开这个信封。好，这个信封里面准备了今天的鬼本剧本 ，OK， 把卡片。可以分给每一个拿着同样颜色方块的嘉宾吗？不如我哋帮你啦。每个颜色就配翻唔同颜色嘅方块可以放在桌上了，方块不需要了，拿着卡片就 OK。然后我请四位
都是对号 OK， 然后打开卡片，卡片里面有一个数字，大家可以跟镜头看一下那个数字是什么吗 ？OK， 在大家的左手边有一二三四四个号码的椅子，哎，里面还有一张纸条对吗？哎，柔慧 ，OK， 先不要打开 ，OK， 请四位拿着这个颜色卡片就 OK， 对号入座，对号入座，拿着颜色号码，对号入座，对号入座，一号呢度，一号喺呢度，一号呢度，系啦 ，Alex 呢边啦，小芳。二号，四号呢度 ，Lisa 姐就二号啦。请坐 ，OK， 请坐 ，OK， 柔希，系，请你出来一下 ，OK。接下来，你可以帮我读一下我今天为大家准备好的这个预测。哎，稍等一下，各位，请把你们的颜色卡拿着给镜头看了一下 ，OK， 不用不用看号码，号码不需要 ，OK。所以你可以帮我读一下吗？第一句是什么？选择红色的嘉宾是一位女士。选择红色的嘉宾。接着继续，坐在女士右手边的嘉宾拣了橙色。哇 ，OK， 第二个仲有第三个。坐在女士左手边的嘉宾就拣了绿色。系啊。而坐最远嗰位嘉宾咧就拣了蓝色的 OK， 系啊，全部啱嘅。好啦，仲未完，仲未完，请四位站起来，然后站到椅子后面，可以吗？我记得最初一共有三位男士，三位女士，所以他们的组合有可能现在是三男一女，也有可能是二男二女，也有可能是三女一男，对不对？我有没有可能估得到你系三男一女呢？唔可能。OK， 请三位男士，好似我咁样，拉低你们的椅子，因为答案在椅子的下面。来，男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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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丽莎姐，丽莎姐，最后就是你这张凳啦。今日有三位女士，系咪？你覺得我會唔會估得到係你呢？我諗你應該估到嘅。嚟，好，準備，一、二、三，開。係 Lisa。哇！仲未 Lisa 你啊 ！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啊，仲未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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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嘿，哎，係嗎？我仲做咗啲。如果啊，如果最初六位嘉賓的選擇都是在我的控制之中，那麼我告訴你，答案其實在這裡。感謝你非常好聽的聲音幫我讀出來。感谢你蒙住了我的眼睛 ，Thank you。所有人的一齐都系我的掌握之中，呢个就系聪明的心理术。多谢大家。OK， 小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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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芳。主席你好，你好。东华咧一个咁庞大嘅教育机构啦，校训咧就系勤俭忠信。有冇特別意思嘅咧？呢個校訓咧，其實係希望我哋嘅學生可以做到以勤儉若己、忠信待人，將來成為一個勇於承擔、貢獻社會嘅良好公民。嗱，今日請嚟呢一位朋友咧，我哋大家都為佢加好多油嘅，因為佢係一個好出色嘅運動員，亦都係我哋東華嘅校友。小華你好 ，Hello， 你好啊！我知道呢度咧就係你嘅母校，亦都係你競步嘅第一個起點。係啊，我喺呢間中學嗰度畢業㗎，我講個秘密俾你哋知啦。我中學嗰陣時咧，我對體育一啲興趣都冇嘅，但係咧我好彩，我中六嗰陣時有老師嘅鼓勵啦，我先至有機會去代表香港參加奧運。我都好鼓勵我啲師弟師妹咧要勇於嘗試同埋把握機會。而呢一點咧，亦都正正係東華三院辦學嘅初衷。睇完中學，一齊同主席參觀下東華最新嘅小學係點嘅先。主席啊，我哋而家身處呢一間啱啱喺九月先至落成嘅全新小學咧，同我見過嘅好多學校完全唔一樣。係啊，我哋呢度提供好多先進嘅教學設施，咁啊希望為學生提供一個輕鬆同埋愉快嘅地方，等佢哋可以享受呢個學習嘅過程。佢哋設計咗一個好有彈性嘅課程表，上晝咧同學仔就有呢一個正規嘅課程啦，而下晝咧就有好多佢課外活動㗎，係好多姿多彩㗎。除了小學，東華最新開辦的幼稚園都很特別。幼稚園非常鼓勵從遊戲中學習，所以準備了很多不同的繪本，希望小朋友可以更加享受學習的過程。還引入了日本積木，設計出 Amazing Blocks 的課程，訓練同學的創意思維。另外我們都引入了點讀筆，可以給同學免費地借用回家，培養他們的自學能力。東華三院在未來會繼續秉承興學育才、有教無類的宗旨，培育人才，貢獻社會。請大家踴躍捐書，支持東華三院，打嚟一八七八三三三。